如果吃鸡只能用手枪会怎样呢？仙班们，我们可以携带两把主武器，一把手枪和一个近战武器。如果现在只能用手枪会发生什么呢？一 P18C 蝎式成大热门。如果只能用手枪了，那玩家们肯定会选择最好用最厉害的手枪。张宝之鹰后坐力太大，但容量少，玩家用的应该不会太多。而 P1911 虽然厉害，但只能单发，很多人也不喜欢。玩家们自然会把目光放在有全自动的手枪上，到时候 P18C 和蝎式就会成为大热门了。不仅弹容量多，还有全自动模式，很多玩家会选择它们。二，地图会超清爽。当只能用手枪之后，地图上只会刷新手枪和手枪用的子弹配件，之前的超多主武器配件都不会再刷，近战武器也会消失，地图上一下子会清爽很多，舔包也会很简单。三，子弹根本用不完，手枪的弹容量都不是太多，最多的就是蝎式手枪的扩容后40发了，其他手枪基本都是几发十几发子弹，而且手枪的子弹都比较轻，到时候随便带点子弹都根本用不完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认为还会发生什么呢？我们下期见。